2017年6月5日，郭晶晶老公霍启刚带着儿子霍中熙在中环观看国际龙船比赛。照片中，霍启刚身穿黑色上衣，戴着眼镜观看比赛。实力宠娃的他，还让儿子坐在自己的肩头骑大马，显得父爱爆棚。霍中熙坐在爸爸的肩头也十分安静，双手趴在爸爸头上，真的萌炸了。据悉，霍启刚是典型的豪门少爷，不仅很有钱，而且为人处事都很绅士，和老婆郭晶晶两人频频秀恩爱。生活之中，两人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，被称为最接地气的富豪夫妻。